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子琳。大家好，我是 Isaac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来到了马尔代夫，来帮优佳画报拍一个大片。今天吃了什么东西？今天不能吃东西，只能喝咖啡。为什么？因为拍泳装啊。很专业。好，来过马尔代夫吗？有。我之前来过两次。OK， 那这次来的心情什么样子的？这次来会比较不同，因为之前都是来度假的，这次是带着工作的心情，然后这是第一次我知道来之前我知道会拍泳装，之前不知道，都是被骗的。来之前我还很担心嘛，因为很久，其实是今天是我第一次正式的拍泳装，然后所以我会非常的担心，然后昨天晚上没有睡好。现在放心了吧？现在我看了样片以后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开心，然后感谢优佳画报，也非常感谢整个团队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酒店。感谢马尔代夫，感谢 the residents， 谢谢。